国际机场3%，怎么这个地图这么大、啊？我先看一下有谁，我记得刚刚有4到5个，4到5个敌人，那我这边只看到一个、欸，阿杜。今天不是下雨吗？下雨有时候会影响一整天的网路啊。毕竟中华电信的网路线又不会去更新。啊！哦，吃吃吃吃吃。阿豆，这也太硬了。哦，我喜欢这个武装直升机。EDA， 我还 PDF 嘞。Ah, here we are. Little guy is already waiting on the tarmac. 太阳大，我这边今天有下雨啊，下很大啊。啊，所以其实还蛮网络有时候会不稳，之前也是。哦，转弯转弯转弯，哦，差一点。刚刚那个飞弹的声音，你们有没有听到啊？咻！听到我都觉得说有点心惊胆跳。我也不知道，我这边刚刚就下雨下很大，然后就直接嘣嘣嘣嘣，网络就直接爆掉。以前也是啊，以前我在实况的时候也很长，下雨的当天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去去去去去！啊啊啊！我的飞机，我的飞机，不要，不要！啊！北部很大了，应该说是北部很大。我好不容易要来到这边的，啊，至少从刚刚拿 PDF 那边，什么叫 PDA 啊？我只听过 PDF 啊。我毅然决然的，我直接开车过去好了。还是我要操控这台？这台可以耶，可以耶，这台可以耶。我之前在 GTA 5开飞机，我还没试过在这边开飞机。冲啊！啊！坠机了啊！超难开的，比 GTA 5还难开，这怎么回事啊？都是有什么声音啊？我刚刚是听到一个飞弹在我旁边爆炸的声音，太台词，没错啊，这真经典呢。GTA 比较简单啊，它没有难度分别、啊，所以整体来说比较简单。撞双子大龙，没有撞失败了，连树都撞不了啊。我以前 GTA 有试过开个飞机啊，结果那个它升我升太快。然后他的机翼跟那个机舱受不了，直接在空中中途爆炸。
我觉得 GTA 它五啊，它做的很多地方很棒。啊都！好，不理他。快快快快快！帮你出镜的吗 ？No。冲啊！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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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为什么上不去？他这任务是整人欸，飞机、战斗机、战斗机好像只能在那军事基地偷啊。线上版的不知道欸，单机版那时候我就只能到军事基地偷。好，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哦，这任务真难。啊，飞机前面障碍物，我又不能清掉。这样我是要怎么样？被通气了啦！被通气，被通气。Don't worry, don't mind.我一直有听到的声音啊！哦哦哦哦！干，果然，哦，有火箭发射器啊！啊都！好，搞定。哎呦，敌人会闪哦！啊，我再一次试试看啊！我等那个没有通气，我等没通气，只各买一台其他的机构。是啊，天煞线上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玩嘞。首先我一过去就猜是什么的，好像。也没有像那个八版上面很多人各种任务啊，很有趣啊，什么用汽车绕大回旋啊什么的，我反而好像就只有简单的一些差事。难怪有人说线上版要找伙伴，没找伙伴会蛮无聊。然后我用那个线上随机清单，那个差事清单，也没接到什么 OK 的任务，我等级好像才九等而已。OK。You're here because help me leave the country. Not really. My friend, deliver a little guide to us so we can extract the information. 起来，起来，起来！好，完蛋。完蛋了！我觉得我这个任务会卡很久。再一次，再一次，可以买哦。Money 不够啊，去那个赌场那边，然后每天领那东西，然后后来发现有点难玩，然后我就不玩线上，把它。玩的不知所措，因为太简单了吧？阿法二首先它真的蛮难度有降低很多、啊。阿法三看看呐、啊，阿法三应该很多人都玩过了吧？因为真的是蛮经典的一代。激战 W 可能没有很多人，可能蛮多人都觉得说不错，而玩过的应该会比较少。我在想，我该怎么样才可以把那些车子全部堵住啊？别别别别别！
我要一箭双雕。啊，应该差不多了。一次两只，哦，狙击枪就是很输压，不管我好像玩哪一个游戏啊，都很喜欢用狙击枪。有狙击枪一定用。阿巴三可跳剧情吗？基本上可以啦，因为首先是阿法一嘛发生，然后在阿法一结束不是要用神盾计划阿法外传，然后后来阿法外传不到未来，然后又回到过去，所以阿法二实际上就只是把阿法外传再稍微重新经历一次，然后阿法三就是钢弹系列的，除了 Seed 以外，然后还有雅赞那三人组，其他都已经活不了多少，夏亚已经趴掉了，然后卡多也是，哈曼也是，所以比较主要的是在于说伊甸王的剧情 ，Seed 伊甸王这两个几乎最主打，然后再来就勇者王吧，基本上我这边有的大概都中文啦、啊。之后再看看咯，因为阿法二，你也可以直接跳阿法三。啊，我决定一件事，我先直接走过来，我先把那些敌人都引过来。糟了，就是不出现，我一定要开飞机，他才会出现。绿帽仔和拉票，真的每个人都说那个拉克斯克莱因是那个超腹黑的家伙。我们的基拉被他感，根本就感觉像被他利用一样。超多人的、啊，超多人提到那个拉克斯克莱因，都会说他就是个非常腹黑的家伙。哦，该怎么办呢？有点像哦，不过没有 W 多。他那个 C 的基拉，他们的那个角色的戏份啊，就是比重啊，并没有到 W 这么多。比较主要的是在其他的部分啊，像那个伊甸王就蛮重的。我在想说，我干脆先开一台车过去好了。你可以直接跳掉啊，跳掉就行了。又不太像。有 W 啊，有 W， 一定有啊。阿法系列 W 是常驻的。每一代一定都有 W， 不过一样啦，无非一开始是背叛，所以我才说啊，在 Alpha 系列里面，无非每一次一定要背叛同伴一次，每一代都会。所以我才戏称呢，五飞每次都一定会领，都会背叛一次，好夸张的。哦，正式剧情哦。
你说基拉吗？比较没有W这么多了。嘿，出来！哎，不是啊，就那个啊，阿法三啊，阿法三就接续阿法二啊。Are you here? Just help me to leave the country. Not really. My friend, deliver a little guy to us so we can extract the information. Okay, okay, okay.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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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总算成功了。明天就要让五倍平反。OK， 可以啊。好 ，I'll download all the passwords and codes for you right now. Just don't give me to Rasman. 加油，靠你了。Good.Supplied us with all the codes and passwords. We have another Korean hacker in our. 阿法三五飞好像也只是背叛一下，然后后来就加进来。钢弹的部分基本上都以 seed 为主啊，其他就没有了。啊！这。他准备开沙漠可怜的五飞被拿去开沙漠了吗？一个两个任务，三个，哦，三个而已嘛，简单呢、啊。无尽的花儿之啊，好像一开始，如果你是选真实系男主角，一开始一样就是有希洛，尤其钢弹系列跟主角比较近的就希洛。然后呢，那个扎克斯啊，好像26话才有，26话到火星啊，到火星之后才有。哦，还有那个啊，超时空要塞7，基本上剧情主要就在这几个，利德。伊甸王、超时空要塞7、勇者王，就这四个为主。不过勇者王还蛮快的啊，40话就直接结束。阿法三好像就没有了。阿法三无非就拿来开那个直击跟加速，所以直接给五飞用那个补给机或修理机算。Hey, 兄弟，阿东，我发现可以用这种刺、欸、去找同伴，然后把同伴干掉，然后拿他的枪。感谢啊，同伴。我觉得我好狠哦，就像那个《三国无双三》一样，自己的钱砸很多，对。真实系男主角以前刚出的时候人气还好，后来人气爆高很多，因为在 OG 出了之后啦，好像是 OG 二 OG 还是什么时候就出了之后，那个真实系男主角变人气很高，所以在 OG 原创里面哦，你后面如果你玩真实系男主角，就是卡瓦雷他是那个原创。主角里面最厉害的一个设定上、啊、而且到后面你就知道说什么是真正的魔王机，因为那个真实系男主角啊，就阿法三真实系男主角，他就真的是把敌人的 BOSS 机拿过来，他操控就是 BOSS 机。安安啊 ，Hello， 手又被 fire， 这是同伴啊，这是同伴势力啊，这些都同伴，你看那个标签是绿色的啊。啊！可是我子弹不够啊！啊，他刚好拿枪嘛，所以我就想说，这样
然后拿他的枪。我好狠哦。打爆同伴有 PP， 有这样的事哦。瑞克怎么时候有白头发了？这样看你自己看那个瑞克有点操了哦。没有啦，就在有点讽刺啊。当那个激战啊，有一代有一个作品，它非常强力，完全力压群雄。那就是在酸说，因为这个作品给万代很多钱，所以在那个激战里面很强。还可以啊，好像还可以，比较后面才会正式用到希洛。不过他剧情上面真实性男主角，剧情上面希洛比赞蛮多的，百万次哦，免费我以为是300万次，看来是很多人在等死定啊。不过先拿先享受嘛。不过特洛伊他游戏时速多长啊？我还没看到有多少人把它玩完。原来是自己人。It is time to claim this place. And you, Scorpion, you see to it that I get inside alive. Scorpion, we can't get through. 你永远不知道敌人就在你背后。我是间谍。不要紧不要紧，这游戏本来就这样，它就像 GTA 一样。我就是间谍，你们千呼万唤想要把它找出来。对啊， W 钢给不少钱，还有 G 钢啊， G 钢也给很多钱，可是在激战 T G 钢就变很弱。飞翼，你有玩激战 T 吗？激战 T 也有那个多蒙，看了你就知道说，多蒙跟以前的版本比起来，激战 T 哦，真的不强。Damnation! We can't get through, Scorpio. Help us open the entrance somehow. There's surely a panel on the inside. 出来！啊！哎、hey, 兄弟啊啊近战击杀一师43424132是还可以这样啊。这游戏就是超多那个超多自由性啊，跟 GTA 如出一辙。而且他这是2010哦，他这是2010，难怪你 PP 这么多，原来是刷同伴刷出来的。2010的游戏那时候应该是 GTA 4，做的已经很厉害了。跟 GTA 4相比的话，这个优点其实还蛮多的啊。同伴又死了。我记得我之前玩一个任务，我在这边享受，然后同伴被干掉了。啊！都，就是这样，技术人员被杀掉，打同伴重新刷小兵，爆炸啦！我的同伴也爆炸。我应该是从开门那边开始啊，哦对啊，开门这边。He did it! Move out! Move out! Enemy reinforcements! Stay covered and hold this position. Good. We secured the entrance. Regroup on me. 啊都！哦！
打到起飞。哎，还有敌人吗？啊！同伴好弱，超弱的。对，爆破神威掌，你该叫他爆热神威掌，还爆破神威掌？这一切，一切就只是为了爆破。因为我现在已经可以拿火箭筒了，不过等我火箭筒提高到最高啊，然后再来用吧。因为我喜欢比起火箭筒，我更喜欢用狙击枪，在很远的地方直接狙下去。火箭筒有它距离好像比狙击枪少。出来 ！Go go go! Secure the next blockade!游戏哀嚎声超厉害的，去吧！哦，小心手榴弹！不过 GTA 5的那个物理碰撞效果更厉害，树或者是那个电线杆掉下来，你都会把你砸死。对，有些同伴可能在雷我。我记得不久之前我有抓到一个同伴，哇，我车乱开哦，他都甩不下来的，超厉害啊！就是甩不下来。然后前面再加流派东方不败之谜，有啊，好像放那个石破天惊拳，他就会这样讲。阿杜。下来！啊！ Give him cover fire. All clear. Go go go. Go Bill. Go Bill. 嘿！下来哦。而且我很喜欢就是这个掉下来然后摔死啊！我觉得这很帅啊，阿道直破天惊拳，小看他啊啊啊，噔噔噔！哎，等一下，我之前在守阵地啊，我记得他都有给我那个格林机关枪，那结果怎么这边没有？不要怕，兄弟，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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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OK 的 ，OK 的，哦，这超棒的，哦，超棒超棒，我只是想说看一下左边，我只是想说看一下左边啊，左边有没有敌人？然后结果我忘记我还在开那个枪。然后同伴在那边输入密码，哎，等一下，敌人哦，敌人大约四五枪，然后才趴掉。然后刚刚同伴我只是过去一下，然后他就趴掉。Impact 的阿姆罗补给哦 ，Impact 的其实好像，
我觉得蛮喜欢 Impact 的是你那个打伤害哦，它会一直持续递增，然后那个伤害显示出来的数字哦，会一直增加，越来越高。我蛮喜欢那个系统。不过后来的好像都是直接先打完招，打完招之后你才知道说他血量损多少。我比较喜欢以前那样。This is it. I'll just hack into their system via this terminal. 这样都能死。Keep them off my back until I can change. 我这是要小心一点了。